尊敬的诸位大德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《大学》。那么昨天我们将《大学》的第一句话给大家呢做了汇报啊，《大学之道》。 在明明德，在清明，在止于至善。那么，朱夫子和偶一大师都为我们呐、啊，开示：我们每一个人本性都有明德，只是因为呀、啊。 现在受到后天的污染，所以呢，明德不明了。那么，学习圣贤就是要把我们的明德恢复。那么，朱夫子讲这个三纲，实际上啊，偶一大师为我们点出来。 这三纲是三而一，一而三，是不可分的。真正大学之道，就是在“明明德”这几个字而已。“明明德”就包括亲民，包括止于至善。啊，这“明明德”是自觉呀、啊，自己觉悟。 清明是觉他，啊，觉悟众生；止于至善呢，是觉醒圆满圆满，那么我们自信的明德就圆满恢复啊，这个明德包括般若的、解脱的和法身的。 那么，这是给大家呢温习一下啊，昨天所讲的内容。今天我们来看呢、啊、下面一句，上面一句讲的是、啊、静观，下面这句呢是为我们点示出啊悟修啊，就是你修行的。 这个境界呀、啊，你的觉悟的程度由浅而深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朱熹。 朱夫子在《大学章句》里面呢，他解释这一段非常的简单。他讲“止”是什么呢？啊，“止者，所当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”这是讲知止的“止”。这个“止”就是啊。 我们应该呀、啊，止住在那里，不能够啊动摇，不能够啊偏离。那么，这个当止之地，就应当止住的地方呢，是至善，啊，就是第一句话讲的“止于至善”。 那么，这个至善，当然包括明德、清明所以，这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它是三者唯一的我们应该只在这个地方那么，知止的知。 啊，是什么呢？知之则智有定向。啊，这个知识我们明白了，啊，在理上通达了，因此产生志向。啊，这个志向是什么呢？就是。 止于至善，这就是古人所讲的“志在圣贤”，而这个圣贤呢，是圆满的大圣，这是我们修学的目标啊。人学贵立志，想要修学。 有所成就，最重要的是有志向。那么，志向如果是在至善，这是最伟大、最崇高的志向。没有其他的志向比这个志向更高了，它是至善了，圆满的善。 所以，修学的过程讲究的是啊，信解行政你信了，你解了，你就有志向信什么呢？信圣贤的教导四书就是圣贤的教导。 这里面讲的义理，我们通通相信；解呢，是我们都要理解，把四书的道理，把圣贤人所说的教诲，都彻底明白了，你就是解悟了。那悟了之后怎么办呢？要修啊，悟后起修。 那就是讲你行了，啊，力行。力行是什么呢？把你所信的、所解的，付诸于行动，转变你的心行。啊，所以这一节是为我们讲悟修。 这个经过啊，那么行有了效果了，有了成就了，你能证实圣贤人所说的道理完全是正确的，这叫正。这个正啊，不是光在理论上明了。 而是你真正入境界了，你自己成圣成贤了啊！所以性解行正，在这里呢，《大学》是讲啊，知止而有定，定而能静，静而能安，安而能虑，虑而能得。 这个知是讲信解啊，定、静、安、律。这是你的行最后能得，得是你正啊。所以起步要知之。 啊，你懂了，明白了，开始修行那么修行啊，第一步你能得到的是定，因为志立了，心就定了。志要是没立起来啊，那心是浮躁的。 那么得定以后，心慢慢就静下来了。这个静啊，为心不妄动，这叫静。心还在动，但是他不妄动。啊，他所动的都是朝着自己的志向在动，心心念念呢、啊。 向着圣贤之道迈迈进，啊，其他的杂念呢，都放下了，心静了，静之后得安，安是什么呢？为所处而安，啊，不管你在。 哪里？不管你在做什么事，你的心总是安的。安在什么地方呢？安在圣贤之道上。然后你能得律啊，这个律啊，是为处世精详。 你待人处事接接物啊，你都有智慧了，你能够不乱，你能够耐心做去啊，跟一切人都能和谐啊，你不会呀、啊、出差错啊，这讲律。 渐渐的、啊，智慧开了啊！这是由定而生慧。智慧开了以后，你渐渐入圣贤境界，就是得啊！得什么呢？为得其所指啊！所指是你原来所立的志向，止于至善。 你这时候得到啊，你真正啊成圣人了。那么这是朱夫子给我们做的解释虽然很简单啊，但是啊，这个修学的这种不同的境界啊，也给我们啊勾勒出来了。 下面我们来看呐，《四书偶一解》偶一大师对这一段的解释，他解释的就更加深刻啊！他是结合大乘佛法啊，因为大乘佛法讲修学的这种次第、这种境界，讲的非常周详，确实比儒家要详细。 那么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相互的学习啊！所谓呀、啊，这个取长补短。那么，偶一大师解释说：“止之一字，虽止至善，只是明德本体。此节指点人处。” 最重在“知”之一字，这个“止于至善”的“止”，在前面第一句话里面讲到的，啊，“明明德、清明、止于至善”，这三方面，这个“止”是。 对至善而言，但这三者是一不是三啊，所以它是明德的本体呀、啊！啊，至善讲的是我们的自信啊，明德的本体就是自信。 那么这一节经文啊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“知”字啊，就是你真正明白了这个最重要。佛家讲看破啊，看破了必定能放下，放下什么呢？ 放下烦恼了，放下执着了，放下分别了，放下妄想。你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了，你就圆成佛道了。所以，看破不容易啊！看破了之后啊，放下是很容易的。 修行道路上啊，是知难行易呀。你知很难，啊，知了之后要去行，不容不不难了，啊，所以这一节经文最重要是知这一个字，啊，你知止之后，自然就能够得定，就能够静，就能够安，就能够虑。 就能够得，顺理成章。所以啊，难在这个知字那,那有的人说：“哎呀，我都知了，啊，四书我都会背了，啊，佛法我也都懂了，啊，但好像烦恼还是很多，啊，还常常有自私自利。” 还常常有贪嗔痴慢，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他还没知啊，啊，真正知了，他肯定能行，知行是合一的，你知道一分，必定行得一分。 假如你不能去行，说明你还没有知啊！你所知的，仅是皮毛词章而已，对那个义理，并没有通达明了啊！啊，真正懂得了，其能够不去做的道理呢？ 啊，真正明白的人还会干糊涂事吗？啊，还会干糊涂事，说明他还没明白啊！啊，所以最重在“知”之一字。下面，偶一大师引《圆觉经》啊，这是大乘经典，元绝经《圆觉经》云。 知患即离，不做方便；离患即觉，亦无见次。这是告诉我们知的重要啊！知幻是了解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知道它的本来面目。啊，宇宙是什么呢？幻象。 是我们一念心性啊幻现出来的，它不不是实有的。这个心性本身是空寂的，了不可得，没有形象那它幻现出来的、变现出来的宇宙，当然也是了不可得。 所以称为梦幻泡影啊，这是由心性产生的幻象啊，上说有，性上是无啊，啊，事上是有，理上是无，所以说有。 叫假有，也叫妙有。啊，那假有就是真空。如果对这个道理真正明白了，你知幻，你就能离了。离什么呢？离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了。 你想想，眼前的一切境界，通通是梦幻泡影，就像你在做梦。啊，梦中是有境界呀，可是真有吗？假的，做梦嘛，当然是假的。啊，那你明明看见了，真有啊，是在梦中啊，啊。 有个老虎来追你、咬你，你真痛啊！啊，世上是有，可是他当体即空。啊，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做梦，他梦到老虎来了，啊，我在他旁边，我就看不到啊。啊，那是他自己的心幻现出来的景象。 不是真的，啊！凡夫做梦啊，不晓得自己在做梦，所以在梦中啊，迷惑颠倒，冤枉受苦，啊！圣人觉悟了，知道这是梦幻，知道以后呢，绝对不会有。 妄念了，啊，更不会有恐惧，啊，所以这是用智慧呀朗照，这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无有恐怖啊，啊，一切境界都不能让他动心。 这是儒家讲的“大勇者”，啊，夫子讲：“勇者无惧，啊，仁者无忧，啊，智者不惑，智人勇。” 圣人通通具备了，这具备智勇忍智仁勇啊，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知幻，啊，知道这是假象，啊，忧什么呢？恐惧什么呢？迷惑什么呢？通通是假象，所以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 立刻证入圣人境界，啊，不做方便，不用靠其他的方法，就这“知”字就能解决。啊，所谓即相离相，就在境界当中，你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离相了。 这个离相是心离开相，不着这个相，这叫离幻，啊，离开幻相，离幻即觉，啊，你心不着相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你立刻就觉悟，般若智慧就现前。 啊！那你自觉觉他，觉性圆满，当下得到啊！大学之道，当下圆满，没有渐次的啊，就是不需要啊，循序渐进，不需要次第，这是圆顿大法啊！实在讲，真的觉悟就是你这一念之间。 一念能够啊，明了眼前境界都是幻象，你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你就觉悟，那你就成大圣人了，成佛了啊！所以知字多么可贵呀。 下面引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里面的经文，《大佛顶经》云：“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然后圆成果地修正，即知止之谓也。”啊，这个知止是讲以不生不灭为本。 什么是不生不灭？自信啊，自信本不生灭，本无动摇，这是我们修行所依的根本。这叫乘性起修啊！啊，修因是修成佛的因，成圣的因。 啊，就是大学之道。啊，那么修因而后正果，啊，然后圆成果地的修正。果地是啊，大圣的果地，佛的果地，你能够圆满成就。 这个修正也圆满了啊！大学之道圆满了啊！那么这个以自性而修啊，叫乘性起修啊，修什么呢？修我们自性本有的。 如来果地上的德能啊，叫全修在性，所以这是讲到知之。啊。下面说：此中知为妙物。定、静、安、虑为妙修，德为妙正。 啊，所以这里讲到几个动词啊，“知”字的“知”是什么呢？妙物。误是啊，你误入啊，这个误最初步是你解悟啊，在道理上你明白了解悟。 可是解悟啊，你还没有得啊，你必须得修。修是按照定、静、安、虑这个层次去修上去啊。光解而无形，这不能证得。但是解悟非常重要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圣贤之道，才知道。 我们的修行的方法、境界，那这里讲的“知为妙物”，这个“妙”妙在哪呢？这是用智慧啊，它不是靠我们用思想、用逻辑分析、推理而得到的。 这些概念啊，知识不是的那个物就不叫妙物啊。这个妙物是什么呢？不能用起心动念啊，豁然明白了啊。那这个怎么得到呢？必须要你心专注。 把妄念呢、啊，都能够吸掉，嗯、那吸掉妄念的方法，古人就用读书，啊，佛家用坐禅、啊，用念佛，修行的方法不同，但是它效果是一样的。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？当我们读书的时候，啊，读到这些圣贤的典籍，有些道理好像不太明白，啊，于是你一遍一遍的读，不必去想它，啊，古人讲读书千遍呐、啊，其义自现。 你一遍遍的读，默而至之，啊，静静的去领悟，忽然之间，这道理就贯通了。因为那一个时候，你的妄念呢，暂时放下，智慧现前，你就悟了，通了。 啊，这个悟叫妙、啊，这个知才叫真知，啊，那么悟后起修了，其实修和悟相辅相成，悟了之后一定会修，修了之后一定能悟，悟入一分，修正就得力一分。 修得啊，这个功夫啊，提升一分，你的悟啊，也就提升一分，相辅相成啊。所以知为妙物。那么这一一段啊，就包括前面一句和。 啊，这一节都是讲啊妙物之门那么底下古之欲明明德啊啊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这是讲到妙修。 那么这里讲定静安虑为妙修德为妙正啊，所以这里讲的是信解行正的修学次第啊。那么都有有一个“妙”字，妙是什么呢？渐渐脱离。 妄想分别执着，而后明心见性那么底下给我们解释啊，定、静、安、律德。啊，这五个名相。什么叫定呢？这讲的知止而后有定，这个定怎么讲法？ 偶一大师，这里是引用啊《楞严经》《观世音菩萨耳公啊耳根呢、啊、圆通章》的经文来解释啊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明能定、啊、这个。 观世音菩萨在修行当中，他修学的法门是耳根圆通。啊，其实人的六根都可以用来作为修行的工具，啊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都可以的。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呀，佛跟我们讲。 耳根最利啊，所以用耳根来修啊，是最容易的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呢，选择耳根圆通那耳是听声音呐，啊，六根所接触的对象不一样啊，眼是见色，耳是闻声，鼻是嗅香，舌尝味。 啊，身啊，物啊，意念法、嗯，那我们单提耳根来讲，他听声音啊，那我们一般凡夫听声音怎么听呢？啊，听外面的。 那个声音，啊，外面车经过了，哎呀，听到隆隆隆隆隆的声音了，啊，有人在讲话，哎，听到外面人讲话了，这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耳啊，耳根呢，去圆外面的生尘境界，啊，攀缘那个声音，这、就是凡夫所谓的耳闻声啊。 是这么个文法的，心跑到外面去了，啊，孟子说啊，这叫放心，啊，把心放出去，啊，孟子举了个比喻，啊，这个一般人呢，如果家里养了鸡，啊，这鸡如果跑出去了，啊，被放走了，啊，你去把它抓回来。 啊！你能够求其放鸡呀、啊？放出去的鸡，你把它追回来。可是我们的心一天到晚跑到外面境界上去了。啊，眼见色，哎、啊，那个心就跑到色上去了。啊，色是讲外面的一些形象。啊，耳闻声，心又跑到声上去了。啊，鼻息嗅香呢，哎，这心又。 贪恋那个香味了，等等，一天到晚心都跑到外面去。孟子告诉我们：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呀、啊！你把放出去的这个心，把它收回来，这就是真正的圣人的学问。啊，这样观世音菩萨也是用这个学问的。 他耳听声呢，他的心不会跑到外面去攀缘那个声尘啊，六根不攀缘六尘，而是什么呢？收回来啊，观自己的心性，叫反闻闻自性啊，要反过来啊，耳一听声音的时候。 心一动，马上收回来，把心定住啊。那么外面的声音呢，也就不会妨碍我们了啊，妨碍不不了自己的内心。啊、比如说外面呢有什么诱惑的声音、啊、过去在三国时代啊。 有一位呀、啊、大儒叫管宁，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他一起叫华歆，啊两个人一起读书，结果呢听到窗外啊有达官贵人的车马走过，啊管宁呢一动不动，依然专注的读书，啊华歆呢这时候呢忍不住啊跑到门外去啊观看。 等华歆回来之后，管宁啊拿刀，把自己的这个席位呀、啊、割开，啊，跟华歆划清界限，说你不是我的朋友。为什么？华歆读书啊，心外望，心往外跑，不专注，贪念外面的六尘境界呀、啊。 羡慕人家的名门利呀，这种人不能真正得到实学，所以管宁不与他为伍啊。管宁就能做到心不动，他的心不会攀援外面的生辰。 那么这个动向啊，就不生了，啊，这是学问第一步啊，先要破除动向。啊，我们是以音声来做例子，啊，耳根做例子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都是一样的，道理呀、啊、是可以以此类推，先放下动向之后。 啊，你的心就定下来了，啊，这一定下来就显出什么呢？镜像啊，它还是有相啊，镜像啊，你心不攀足啊，外面的生尘，哎，你会不会攀自己内心的静生这个静的境界呢？ 啊，只想耳根呐、啊，眼根也是一样。眼睛张大眼睛看外面的境界，凡夫啊，攀缘外面境界，这是动向。如果你闭上眼睛不看，啊，所谓非礼勿视，那你会不会呢？又着镜像。的？那动向放下了，又有了镜像。 这又是一种一个障碍啊！障碍什么呢？障碍我们的自信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修行要提升啊，不能够停在第一个境界上就不动啊！你放下了动向，但是你留念呢镜像，这有所着啊！那你。 也不能明其明德，啊，也不能止于至善啊，啊所以这个心不着动向，也不着自己的静向。动静两个结都解开了，这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，啊。 这个境界叫定。接下来说静。偶一大师说：“外境不扰故，闻所闻境，明能静。”啊，这个外面的境界，它包括两种，一个是动向，一个是静相。 像管宁，他能做到不受外面动向的干扰，这是外境不扰啊。可是啊，如果着了镜像，那镜像也是境界啊，也是外境啊，那会不会受干扰呢？啊，要能做到动静二相都不干扰你了。 那你才能够提升，提升到什么呢？闻所闻境啊，这个闻是讲能闻的耳根啊，这个所闻是耳根所接触到的境界。 就是声音，能闻和所闻，两者皆不可得，都放下了，这叫闻所闻静。你看，这又进一步了。刚才讲的动静两个相，都是外境，都是你的所闻呐。啊,啊，那现在。 不仅说所闻了，能闻也要把它泯灭，所以能闻所闻两者都放下了，这叫闻所闻静，你就得到静的境界了啊！所以能闻的耳根，所闻的音声啊，音声包括动静两个节，通通记。 解开了，能闻的耳根这个结也解开了，又解开了一节。啊，这第三个结了、啊，下面讲安，内心无喘故，觉所觉空名能安。 这又要进一步，啊，这一这一步是得到人空，啊，就是前面所说的能闻所闻俱进啊，就都泯灭了，啊，但是呢，绝不能半途而废呀。 还要一往直前啊！能闻的这个六根啊，耳根所闻的生辰都没有了，那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，知道是你有觉呀啊,啊！这个觉是绝招啊，是属于智慧。 啊，这是凡夫啊做不到啊！这个智慧朗照啊，它能觉照到啊，根成俱空啊。我们现在都以耳根做例子啊，能闻的耳根所闻的生成都空了，这是你能觉了啊。可是你要知道。 你有能觉，有所觉，你还有能所，你又住在这里面，这还不行啊！啊，你这个时候你得到人空，啊，就是人我执放下，啊，这个执着放下，可是你还有法我执，啊，在佛家里面讲。 你证得了小乘涅槃境界，你证得阿罗汉。证得阿罗汉是小圣，不是大圣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能得人空，没有得法空。嗯、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啊，继续加工用行。 把能觉、所觉都放下了啊，这叫觉、所觉空啊，能觉和所觉啊都空掉了，就又破了一个结了啊。所以前面讲的动静啊、闻这个三个觉。 啊，再往下，这是觉，这个觉，这个结呀、啊，也得给打开、啊。能觉是智慧，所觉是境界，有智慧有境界，这是两个有相对的，没有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要致敬。融圆融在一起了。 就绝所绝空，那、嗯、破了绝这个劫了，这叫能安了。再往下是讲能虑，烦恼永极故，空所空灭，名能虑。啊，刚才讲了这个绝所绝空。 这个空是空观智啊，就是你能够觉照到,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，不仅境界的动静二相皆空，而且六根和六尘这两个相对的都空，你是能觉。 啊，能觉和所觉也空掉了，这是你得到空觉了。啊，觉都空了，啊，你这个智慧呀、啊、叫空观智啊，可是要知道有空，啊，就是这个。 还有一个结啊，能空所空，这还是个相对的概念。还有个能所啊，一个能一个所，还是有对立呀啊，没有达到圆满的境界啊，要怎么样呢？现在要空所空啊，空和所空。 就是能空所空一起都熄灭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做到烦恼永寂，所有的烦恼都寂灭了。这个烦恼是讲啊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妄想是无名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。 执着是见思烦恼，通通都灭尽了啊！这个能空所空都解除了啊！你又解开一个结，这叫空结啊！又去除一层障碍，你证得法空啊！正得法空，要知道。 这是法身大事啊！所谓破一品无名，正一分法身啊。天台家讲的，你是分正即佛了啊！那真的是大圣了，不是小圣啊！但是这个大圣还没有到最圆满的境界啊，那还得。 继续提升啊！到最后，寂灭现前，如镜现相故，忽然超越明能得啊！在楞严经里讲的生灭、即灭、寂灭现前啊，这是由刚才讲的空所空灭。 啊，提升，你破了空结了，也就是你证得了人空和法空。啊，你的这个烦恼永灭了。啊，可是你这个灭还是一个解。啊，所以你看这六个解，一个动，一个静。 还有我们的根，啊，耳根、六根，觉，能觉所觉，空，能空所空，啊，灭呢？啊，这是还有生灭，就是还有生相、无名，这还是一个烦恼。 全都是生灭法，啊，要把这些结通通解开，啊，这个生灭寂灭，这六个结都解开了，生灭法全部放下了，这时候寂灭现前了，这个寂是完全离开了相互对待的这个寂。 灭也是离开了相对的灭啊，如果还有能灭所灭，那个灭还不是真的灭啊。所以这个寂和灭呀、啊，都是从无始来呀、啊，本自不动，本自无声的寂灭。这是我们的本觉离体呀、啊，也叫如来藏，也叫。 真如实际，也叫大光明藏。这个大光明藏现前了啊，如镜现象，这是比喻啊。大光明藏像宝镜一样，能够照现呐、啊、一切这个境界，但是呢，却永处在寂灭当中。 然后忽然超越，啊，超越什么呢？超越世出世间，啊，不仅超越世间呐，世间是讲六道轮回，也超越出世间，超越十法界，甚至啊，超越一真法界里面的。 四十一个位置啊，那么这个果报是什么呢？获二殊胜故啊，这个忽然超越了，就叫能得了。得是什么呢？你正得法身了啊,啊。那这里为什么讲忽然呢？忽然是讲一念啊，它快速啊。 一念顿正，它不需要时间，所以叫忽然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迷迷惑了，也是忽然迷惑了，一念迷了，啊，就产生十法界，产生六道。一念绝了，顿正，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。 自信光明圆满现现啊！那么你超越世出世间呐、啊，你得到两种殊胜啊。在楞严经讲，第一种殊胜啊，是所谓的上合十方诸佛本妙决心，与佛如来同一次力啊。你上跟佛。 本妙决心呐、啊，就是圆满的自信相合了啊，跟佛如来同一个磁力，这个磁力是救度一切众生。第二个书圣下合十方六道众生，与诸众生啊，同一悲呀、啊，这众生啊都很悲哀。 啊，很值得同情，都仰望佛菩萨救度啊！你呢，也能够跟众生啊同一个悲呀、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心性是相同的所以，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能够啊寻声救苦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？正是因为他能够做到耳根圆通。 而能得到这两种殊胜，啊，上跟诸佛同一慈力呀，下跟众生同一悲呀，所以能够啊，啊，这个只要众生一呼他的名号，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立即能够现身救度众生。啊，讲到能得啊。 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先休息。谢谢大家。